喜欢紫月公主啊，你怎么是三公主呀？不行，我得重新打扮一下自己，让自己呀、更加接近紫月公主。紫月公主好像戴了一个猫耳朵，哎，我也换发型，换成紫色的。然后呢，我戴个蓝色的项链，哇，快看，好美呀！我要画一个眼影，我要画一个橘色的眼影，也有点偏紫色吧。然后呢，我要把自己打扮好之后呢，我要换上这个黑色的眼线，眼线画好，还有右边的眼睛画好眼线。接下来呢，我呀要给脸上装饰一下，快看，装饰的可可爱，粉粉嫩嫩的，再装饰一个小珠子。然后项链呢，我要选择最贵气的，看看这串珍珠项链好漂亮呀。衣服选个可爱的衣服，然后呢戴个紫色的美瞳，这样就更加接近紫月公主了。橘色的粉扑，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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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。然后呢，我呀要选个口红的颜色，选什么颜色呢？哇，好，不能全选紫色吧，那我就选一个粉粉嫩嫩的颜色吧，粉色的口红给涂上。哇，我现在简直太美了。接下来我要看一下我和紫月公主的相似度有多少。现在呀，我呀要去测一测，看看紫月公主，紫月公主，紫月公主，我要像紫月公主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我是三公主呀，我好想紫月公主。